驚咁又要擒上去。嗱，你睇佢就知噶啦。嗱，我同林鄭月娥講，林鄭月娥當年咧就應咗去英國，去英國嗰度做嗰啲聯絡處，而家佢翻嚟啦。佢欠阿盧婆婆幾時俾先？佢自己係呢個社會福利處嘅處長，而家咧有一個叫做羅志剛嘅人咧，就由社工變咗局長。阿盧婆婆咧就由行兩隻腳變咗四隻腳。嗱，各位好簡單，我覺得林鄭月娥真係可以講係喪盡天良。如果盧婆婆話醜得吉係冇機會享受全民退休保障嘅話，我唔係話你係啊，冇嘢講啊。